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新路谷语啊，这个我们接着这个农场生活，然后先载入我们的存档。好了啊，一觉醒来看一下天气预报。这次我加了一点那个物品修改贴图的那个不算模组吧，就是修改了物品的贴图和人物的贴图。风和日丽，每日占卜。精灵被惹怒了，你走着瞧吧，这。哎呀，这个啊，黄蜂草出来了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差一个黄蜂草怎么办？啊，已经完成了，只要收一个黄蜂草就行了。养殖动物，建造一个鸡舍，进阶达到耕种一级，打造一个稻草人。稻草人我可以做了吧，还做不了。然后把这个水浇一下，也有观众说，哎，莫涵你可以把这个浇水的啊，这个略过，把这个萝卜全卖了啊，不是萝卜，防风草全卖了，又有一封信件了。防风草要留一个吗？一心的留着吧，我先留着。看看是什么信件。尊敬的 JoJo 超市顾客，我们的团队成员已经清理了山体滑坡现象啊！这次山体滑坡是根据 JoJo 公司 D 啪啦啪啦啪啦修正案，保护当地环境也是我们优先考虑的。我们这次对这次意外带来的不便啊，深感歉意。莫里斯，他们就是造超市的时候肯定把这里挖坏了。好，走。把这里水浇一下，我先去灌点水，这里水应该不够。看这上面有没有刷那个铜矿石，或者我去那个矿洞也可以挖了，矿洞已经搞定了。山体滑坡把那个矿洞给弄出来了，不出铜矿石啊，你看。我们以挖矿为生吧。去那矿洞的话，应该是会有一个那个冒险家，不是。老的冒险家他会给我们一把剑，然后我们就会有把石剑。往下面走，下面走，每次过来搞一个葱，春天的这个葱啊，你可以存起来，以后要体力的时候吃一下就行了。这个路程有点长，每次都要绕过来。前期只能种种田，如果你一味的钓鱼就很无聊了，钓鱼流真的没什么好看的。因为我觉得钓鱼流把它录出来啊，大多数你钓一级的鱼就基本上所有的都可以剪掉，没什么好钓的。钓鱼还不到那个冬天，到其他季节去钓。哎，这里走啊，这里过去。因为一开始钓鱼毕竟爷爷是叫你来种田的啊，这个种田养动物的。啊，你就过来钓鱼啊！虽然钓鱼发家很快，但是确实有点无聊。哎，这次没有葱啊，今天没发现葱，而且葱卖不了几个钱。之前我们看过一个葱，不对，好像是几个葱，一个葱是10块钱，然后五个葱抵一个山葵，野山葵的话一个卖50块。哦，往这里走。先翻垃圾桶，每日必翻垃圾桶。可惜没有花，哎，这花去哪？海莉出来了，我们跟海莉对下话。我换个贴图应该有效果吧？海莉没有理你，是不是贴图出错了？为什么海莉没有理我？难道是贴图问题吗？我要把贴图换回去吗？看来这个贴图没有更新啊。那我替换贴图然后就出错了，他就不理我了。这里没有花吗？哦，有一朵花。为什么他没有理我？那就奇怪了，他应该会到这里来晒太阳，一路会走上来。你看啊，不能再给了，那我存起来。我换了贴图换不了，因为这个官方版好像有点问题。哦，有的，换贴图换成这个样子了。
真是个好天啊，不是吗？哈维啊，这个贴图换了还是有效果的。看看这个呢，阿比盖尔，这个就哎，这个也换了，好多人都换了，包括这个老板好像也换掉了。啊，老板没换，老板还是那个矬样，矬样。我先翻垃圾桶。哇，工作小时，趁没有人的时候翻垃圾桶。村长应该不在，我可以翻。哇，铁锭可以，铁锭资源，到下面再去翻翻看。别翻出个钻石啊！我之前翻出过钻石。这里没东西捡吗？没有东西，回去。沙滩其实可以练那个锄头，但是我不想练锄头。练锄头消耗量太厉害了。妈的，这个是换过了，头像换过了。捡一圈垃圾桶，没东西。哦，铜矿石。哦，哪来的车身？这没什么东西可以挖的。嗯 ，PL 有任务了，看什么任务？是不是之前的那个人？我需要海草，方便的话，这60块钱我不想赚。钓鱼还不一定钓到海草，虽然很好钓，但不想钓这个鱼。马尼的头像好像也换了，哇，瞬间不是一个画风了，你看。跟皮埃尔不是一个画风。哎，这边这个还没解锁吗？鹈鹕镇的这个活动中心还没解锁，锁上了。那我应该有铜矿石啊，之前是18个还是几个？我忘记我身上有多少个，应该全带着。还要造一个熔炉，这里有个东西，凿一下。蚯蚓，哇，两个铜矿石，可以。哎，萨马特少年。哇，你看这个发型跟他人完全不是一个人。他回头看了我一下走了。好，应该过去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剧情。他会给我们一把剑，我们就跳过了。好，可以回去了。生锈的铁剑。探索矿场达到5层很简单。对老司机来说，到5层还是很简单的。哎，怎么都没有东西可以捡？这里都是空的，都不长东西了。是不是因为搞成这个山顶啊？山顶矿场就啊，不是山顶农场，东西就少了。先把东西存一下，铜矿差一个，然后这个花存起来，石头存起来，铁锭存起来。好，我们去挖矿去。哎，不对，之前不是巫师那边没去过，去看看巫师那边。巫师那边能不能那个触发任务？触发任务就应该能解锁那个精灵中心了。啊，不是，小精灵中心。不过小精灵中心好像是要啊，那个巫师的任务好像是要解锁另一个东西，才能去解那个东西。没有东西。巫师那边要先解锁社区中心，才能去解锁那个。哎，我怎么从这里走啊？我这里走要绕半天。哎，海莉应该回去了，从这里走要绕过去啊，5点多了，那个这一天就过得那么轻松，什么东西都没干，没有去挖啊，还是去挖个矿，先把那个熔炉给搞出来，熔炉搞出来可以再去挖点矿什么的。
现在这个效率有点低，一开始本身就这样，你不钓鱼的话就慢慢来，比较稳。但钓鱼到后期你就一直在钓鱼，不太习惯一直钓鱼。它似乎没用了，这个坏了，要到楼下才行。这里有怪吗？没有怪，那还要一个个挖。这没有铜矿。好、哦、找到楼梯了，这么快。感觉楼梯是在这种里面。楼梯一般在这种里面。啊你看。一般这种小的不会有楼梯的。好、哦、有铜矿了。是不是有蝙蝠啊、哦？有史莱姆的声音。把这两个换一下位置，我可以回去搞那个熔炉了。啊，有煤炭了，但是煤炭太少了。把怼死角打。那这样打。这样打就无，基本上无敌，打不中你。硬木，我捡不下了，我的天，惨了，东西带太多了，吃掉一个小时吧。硬木是挺重要的，还有什么？这个史莱姆现在是不需要，木头暂时不用。哎呦，石头不要吧。这里铜矿石都要挖掉它。铜矿我是需要的。牛又中毒了。哎、啊、现在还会在粘附效果啊。粘住了，走得慢了，以前没这个效果的。以前就是中毒，没有这种粘的那种感觉。没有那种粘连的感觉。这里没有东西捡。下去，再下一层。没有活吧？九点钟回去吧。才四层，什么时候到五层？要不要挖到五层，我们就回去？五层应该很快的呀。啊，五层了，啊，到五层了，解锁这个。你回去了，零，回家，一天过去，把东西存下，这个让铁匠去砸一下，有可能会砸出好东西，但基本上这个不会出好东西，有一个那个万象晶石会砸出好东西，这个基本上出的都是矿，普通矿啊，铜矿啊，铁矿啊什么的，哎，这里是不是有个蚯蚓啊？啊，不是蚯蚓，看错了。看上去像蚯蚓，其实并不是蚯蚓。这个山洞萝卜存着吧，后期可能做东西会用到。天黑了，哎，宠物怎么还没来？铜矿石、萝卜，这个存起来。整理一下，然后把铜矿石和石头拿出来，我要做个熔炉。熔炉，对，这个熔炉跟原版的熔炉是不一样，因为换了那个贴图，这个贴图更贴切吧，应该说，更像熔炉。之前那种不像熔炉啊，像一个铁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啊，睡觉，这天没卖什么东西啊。好，升到了一级的耕种。耕种的话可以用稻草人和初级肥料，肥料的话前期不太用这玩意儿，肥料用处不大。好，第六天，我去买点种子，浇一下水，看看电视机，天气预报，啊，又是晴天，今天
没有一次走运啊，每次说什么不好啊好啊都没啥用处。我发现你一直在探索那个旧矿井，我只能说你生来就是个探险者啊，只要接下是只史莱姆，你就能在我太阳下工会有一席之地。小心点 ，OK。把熔炉放这边，熔炉放这边。哎，啊，要在这里放，不能放这里，放这里吧。出来一个了，这个熔炉特别的像熔炉。啊，差不多50。可以买，哎，不知道买多少的，先买了再说。防风草卖掉它。真的，看看爱心，啊，不用送了。有蚯蚓，哎，挖一下看看是什么东西。粘土。这边有什么捡的吗？有一朵花。蒲公英。我把这个东西，那个铁匠砸蛋的那个东西拿过去砸一下。我这留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把这个矿去砸一下。任务好了，杀10个史莱姆，打铁放5块铜石和1块煤炭，融出一个熔锭，哇，达到40层。这个前期有点难，到40层，后期40层随便打。后期我记得是最高是120层。哎，剧情来了，我们跳过剧情啊，就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啊，这个如果没有看过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第1季的视频，就是告诉你啊，这一个社区中心是以前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啊，废弃了好久了，让你过去打扫一下，然后让你解锁里面东西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啊开启成就。你也可以去交甲公司那边，就是那边的超市啊，去把这一个变为仓库，然后你就没法解锁成就了。但是一些东西可以靠钱买，不用去解锁这个成就。啊，这里很多地方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啊，因为要去找那个巫师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小精灵，我们才能继续解锁。啊，我要跑到铁匠铺那边去，先买点种子吧。今天不是周三啊，周六应该营业。看能买多少种的防风草、土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20，我要26个啊，只能买13个。我的天，我想多了，我可以买20几个。只有600块啊，穷了，先去把石头砸了，然后捡点垃圾。没东西。哦，工作小时，好的。村长不会在吧？不在。这边走，这边的话绕一圈回来。诶，有黄水仙，捡掉它。诶，村长怎么站这里啊？我要砸开晶石，要25块钱，没钱砸，好尴尬，没钱。下次来砸吧，我只有17块，我忘记了砸金石不是10块钱，是25块，又拿到一个金洞，直接可以卖吧，我觉得金洞就直接卖掉了，不用砸了。虽然它能出煤矿啊，哎，对了，我上来干嘛？我要去海滩那边捡点东西，海滩那边说不定还有什么贝壳啊什么的。贝壳可以卖钱，贝壳卖的挺多的。好几天没看到贝壳了，没有贝壳，没有啊，穷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个贝壳都没。哎，有一个蚯蚓，哇，干海星，好像可以放到那个博物馆里去。干海星也是一个展品。相当于标本吧，海星标本。
向博物馆捐赠一个干海星。OK， 走了。那怎么？我走到哪，村长到哪？村长神出鬼没，到哪都有他。我们要回去把这一个黄水仙给存了。下水道我就没进去过，下水道好像也是博物馆给你钥匙，然后你可以进去的，锁住了，一直没去过下水道。嗯，海藻、绿藻，这没东西。等我们有钱了，去把这一个，那个啥，背包给扩一下，自己还不能放东西。以后背包有了就可以存东西了，但是好像要2000多块，2400还是2500来着？先把这些存了，这个存掉它，存掉，绿藻存掉了。现在东西有点乱，到时候箱子多了再弄吧。好 ，OK， 这里弄完了，我去上面看看有没有东西采，有的话采过来卖钱，一个50块呢。怎么都不出东西让我采？嗯，真的没有哎，我去采那个葱去了，下面东西可能还会多一些，春葱，啊，下完雨之后会有啊，不下雨它那个。长得很慢，一下雨就长得特别快，一会儿就一坨。啊，这里不能走，这斧子还没升级，什么时候能升级就直接一路走下去了。往这里绕过来下去，就地方面积小了，以后那种盖那种牛棚啊什么就不能盖那么多了。这里都没东西啊，都没捡东西。我顺便去拜访一下巫师。把这狗叫的，哪有狗啊？去看一下巫师那边能不能开门，因为基本上那一个，那个社区中心开了，这里就能差不多进去。巫师啊，开个门啊！你们不给我开门啊？他不给我开门，我进不去。惊喜鲤鱼，以前有这东西吗？好像有这个菜谱，但是名字不是叫这，名字肯定不叫惊喜鲤鱼。呀，下面有花吗？我看到有东西，看错了，没有。啊，那都不出什么野果啊什么的，给我来采一采。不会没有大葱吧？哇，不会吧，今天没有大葱。哎，就一根啊。我差点把它忽视了，就一根葱加20滴的体力。20还是20几啊，应该是20的。20体力一根葱啊 ,13, 不是 20, 更少一些。那我们可以去挖一下矿，然后又要回家了。感觉我刚回家就天暗了啦，我还没去挖矿呢。现在挖矿没有捷径回来，以后会有个捷径，以后解锁之后会有个捷径，就坐那个矿车可以直接到那个巴士站这里，然后直接绕回来。否则像现在要跑到后山然后绕过去。好，我们去挖矿，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估计跑两下就回来了。哎，坑啊，8点去挖矿。以后有了马啊什么的话，整个城市，不是城市，整个城镇里面移动起来就快多了。或者以后有了模组可以提升这个跑步速度，这跑步速度太慢了。然后刚跑过来就8点多了，我什么事都没做。
矿都来不及挖，一天就这样一圈逛下来，采完东西就天黑了。我去跑两下，看看有没有矿。我们到五层，其实到后面有几层是可以反复刷矿石的，比较方便。有几层是直接有那个小矿，然后也可以反复刷怪。挖点石头回去吧。诶，有路下去，全是石头啊，又不出别的东西。哦，好的。打不到我，打不到他，我打得到他，他打不到我。来，往死里砍。好的，有树枝了。这个要带回去哦，这身上背包不够用啊。那头上有这一个点点的。是比较强的一些精英怪物，头上有一颗星的话应该是属于 BOSS 级。这个史莱姆暂时先不要，没啥用。把这个捡了，这个挺值钱的，这前期可以用来卖钱，石英。十点半了，我的天，我要回去了。我还没干啥呢，看这两个铜矿撸回去。下一层，这里有石英啊，啊这就快干了吧，回去挖完矿。哎呀，这捡不下了。啊，十一点了，惨了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是离开矿井，我这个这要往家冲了，现在。超过好像一点多就会直接被强制拉回去，然后体力第二天就变半一半了。快速度来不及了，我感觉我这走得太慢了，能不能来双跑鞋？11:40了，哇，11:50了，就可以捐给博物馆。又要睡觉了，要睡觉了，已经很晚了。赶紧！凌晨十点，先把东西存一下，进去睡觉。这一天我有卖掉东西吗？啊，没卖东啊，有卖，卖掉点那个防风草，就是类似于萝卜的东西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，也是把。这个熔炉给做出来了，而且我们是换了这个熔炉的贴图。好的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